今天五日六时二十七分许，二十岁林姓驾驶人由文化二路右转复兴一路，疑似精神不济撞击路旁停放约多辆机车，并波及路人后翻车，伤者由救护车送医救治中，经双方酒测指为零，真正车祸原因仍在厘清中。警方呼吁民众驾驶车辆应注意车前状况，当有精神不济时，应先适当休息后再行。